二次世界大战过后，希特勒杀了600多万的犹太的人哈，所以因足关坚决讲要建立一个家己的国家。虽然伫迄个以色列这个所在边啊，拢是阿拉伯回教国家，但是因有坚决的心，无论如何，吼，带伫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因倒来这个以色列这个所在建立，以美国甲英国的帮助下，吼，来建立这个国家。那么，伊的人口并无多，但是因这个国家已经几个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出现哈。那么，因边啊不时得爱随时咧备战全民皆兵啊，看咱台湾咱，比如咱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甲咱控制迄个时阵，以前咱讲拢要反攻大陆，共款意思。咱所有查甫的拢爱去做兵，那么以色列是包括查甫的拢爱做兵。以色列因伫个边界哈，一个连长，迄嘛只头二五六岁尔，伊都爱带百几个兵来顾一个阵地。你看，你甲想，咱即摆台湾少年的二十六岁，伊会当创啥？但是以色列因就是用军事训练。训练甲每一个人拢会当独立作战，哈啊！所以边啊，遮个阿拉伯国家想要甲侵犯也不遐简单，哈！啊，这就是讲，因有迄个心防，就讲伊要维持因个国家袂使向侵占，哈，向打败。所以因伫国防武器方面拢也足努力咧研究啦，哈！包括这款像民生。哦，这农作物所爱用的，伊嘛用高科技的方式来做。这以色列伊做这个哦，这自动灌溉这物件哈，伊本身大部分拢先申请专利，那么伊开来授权和其他国家去做，因为这属石油化学工业的物件，污染真重，所以因尽量是，除非讲着足高科技，不爱。外流的，无因一般拢授权伫国外做，啊，一个包括澳洲嘛安尼啊，因嘛是澳洲迄个大陆遐阔，但是伊的一寡石油化学的产品，伊无要甲你做，伊授权予咱台湾，啊，较甲咱买，结果污染流入咱台湾，啊，因为澳洲一个土地遐阔，伊都舍不得甲污染啊，结果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。一直要做，咩四千、五千、六千到八千，哦，这国光石化，啊，当然八千是最近年要选举啊，因说那个反弹真大，伊唔敢搁落去做了哈。咱的农业哈，就是主要是要生产咱这个所有的全国的百姓要食的粮食。以前蒋介石。还在骗咱讲要反攻大陆时，还定在讲这个战备粮，哈，储备战备粮。但是，今麦都足久毋捌听到讲战备粮这句话啊，哈。其实咱台湾，咱的粮食的自主率都啊32%到34%尔，哦，这是足危险的。哦，万一咱若讲用红色，那么一寡物资无到礼拜时，本来。一天吃三顿吼，咱可能剩头有通吃一顿尔，也是你若本来一顿吃三碗的，剩头吃一碗尔，安尼大家敢那枵，也是抢粮食，就家己内乱啊！吼，所以尤其等你我若要搁落去看，咱还搁咧用这农地咧休耕吼，这个政策吼，我感觉这咱这个领导者吼。个性拢无危机意识呢，你即个放互爬远吼，啊会发顶啊发臭，啊发大丛树啊，即后日啊要去复耕的时，迄个真麻烦呢，迄个去请怪兽来挖这树啊，所以咱家己粮食无够，吼，
当然这是有真侪是因为少年的即拢爱食欧美的素食文化哈，较不咧食米，拢食别可能面粉类呀哈。但是咱应该就是讲，你用轮做诶，卖讲休耕啦，就讲、是、你着即个做一年或休一年，啊，你若布丢啊，啊，你今年布丢啊了，明年卖布或休耕休困会使，你卖一直休耕。啊，当年咱政府就爱去就因地补助5000块，一家地了50000块，哦，这是我认为这是较无合理哈、啊。像这啦，我平地咧造林，啊山顶才来撮树啊，这足讽刺的哈、哦。以前咱真少，20几年前真少听到讲啥物土石流，但是我印象就是宋楚瑜。开始做乡长，哦，伫山林都一直开产业道路，哦，开长坡度伫个山林，你甲开，啊，遐土就甲塞个位坑坎落去，哦，啊，遐土壤拢松动嘛，啊，介侪人就去你顶边种茶啦，种高山蔬果，啊，平地起来造林咯，这，哦，这连到这边做去啦，吼、哦。即嘛来讲，即个农业甲环保，以前，那20几年前迄阵农业也无发达的时，咱的一挂农产品差不多拢是咱属于讲有机的啦，好、哦。但是自从化学肥料啦啊，化学农药出现了，即嘛大家说，敢若讲，你即个呐蔬菜。要送去都市来卖，只都市人，你若无安尼，大家许啊拢安尼，无通酒空安尼吼。你若看到酒空，伊个歹个咧卖，讲哇，你整了无水，啊，这是算一个恶性循环。农民看讲啊，你爱食爱足水个，拢无酒空个吼，农药就铺盖当。啊，那么农民伊家己捞一个，伊要家己食个吼，伊就无铺药啊。啊，即所以是按照讲，咱台湾人即摆病院愈开愈侪，结果也无够大，就是咱农药，咱的身体内底拢食足侪环境的即个荷尔蒙，吼、哦，有一挂农药拢伤到咱的肝啦、腰子哈。啊，做下面就讲，咱每一个台湾人平均一年差不多用量9公斤的农药啦。啊，这差不多输中国呢啦。哦，咱农民都跟消费者之间吼，那、哦、无一个共识讲，卖用讲，逐张，迄个咱的蔬菜拢爱水当当，拢无虫洞啊。这一挂消费者的观念爱改一下哈、哦。那么以前，蒋介石来。把咱的粮食的价钱拢压足低，爱讲咱来用农业来支援工业，吼、哦。那么即马工商业已经发达，更加发达啦。啊，农业增加的收入是拢上低啦。人增加无那都市，遐囡仔要补习嘛，足方便呢。补习班满四个，哦，你要补几科路，就拢有人会当互你家己补。那么装卡，你无钱，你食饭就出问题时，你才有闲钱去补。啊，装卡你若要补，嘛是爱来较大个乡镇，较有补习班啦。啊，你讲像你若经济输人，你敢买电脑个速度，哦，迄 CPU 晶片个速度，啊，若都市个电脑不时咧换。你看，若感觉较慢的人，伊就阁换新的啊。哦，来查资料，咱就阁查输人去啊。哈、哦。啊，咱来讲，国民党政府来，伊安怎，甲咱台湾人压到安尼死死死？迄、那个伊就用二八的事件，利用二八这个事件。有计划，甲咱台湾人的精英，哦，即日本人
开五十年，甲咱教育出来的这个精英，拢甲咱有计划杀了了呀。一般你若要反抗一个非法集团的这个政府吼，你若无这精英来甲你带领，无法度整合，哦，你就无力量甲反抗吼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伊用金融这个四万换一块。你若要带一堆人要去反政府，你若无钱穿便当哦，还是交通工具，你要安怎反？哦，四万换一块，你若有四千万的人，才剩一千块尔。迄当时，佮甲咱台湾的，咱台湾毋捌有经呢，伊来无偌久，就甲咱的粮食、哦糖油、盐米。拢送去中国大陆去倒卖，还是去支援因国共内战，啊、哦，所以造成咱迄阵物资一直波动，哦，到尾啊，佮用四万偌一块，佮甲你洗一遍，洗甲咱台湾人拢有钱人拢变无钱人，哦，啊，过来，本来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，地方的属性，一定一呼百应，哦，一定化人讲要来。反政府，结果这些大地主，予你用什么耕者有其田，啊，还是拢那个，三七五减租啊，用安尼把一寡大地主啊变小地主，啊、你嘛无钱通反这个国民党政府啊，啊，后来过来就敌心反转，本来中华民国。跟咱日本台湾是咧相战的敌对的国家，结果咱的日本母国广岛长崎被美国甲牵入来原子弹了，咱的天皇投降，日本投降嘛是咱台湾投降啊，结果美国麦克阿瑟派蒋介石的陈毅来甲咱接收，甲咱骗讲咱回归祖国。啊，咱本来是作宋子的，讲哇，啊，咱输啊！伊讲讲咱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咱是大胜利的。我大家拢嘛想讲，我要来做赢的这边，说规个新闻出乱去嘛，吼，对不？咱堪伊是，咱是台湾人，伊是中国人。啊，咱两本来是对立的，啊，伊即马甲咱讲，煞像甲咱收编，咱感觉啊，来，咱拢中国人。啊，这就是较早。我那有一批人，哦，就文化协会遐人，因遐拢日本时代还阁有咧读教迄个私塾啦吼，汉儿啊迄款的，遮个人因拢心向祖国，所以有一批人足热烈的欢迎这中华民国的部队来，啊，有一挂人就去煽动伊啊，吼，哦，所以变成讲，咱的家己的新闻创了唔对伊。煞堪面徛共边个，哦，啊这，介明显就是讲像吴伯雄因即款个拢是啦，吼，哦。来，佮用假民主来甲咱选举，无平等个选举方式啦。伊甲咱教讲，咱是台湾人嘛，是中国人，啊，变成讲，啊，若中国人就要来选中国人个咧，哦，啊，所以。慢叫足够骗的，有法度安尼骗加骗两百几万票敢赢吼？啊，佫当然有一部分是伊用东山来甲咱买票，啊，台湾人就敢若爱近利就好啊，有钱就好啊，伊无咧管讲国家就互人去管就好啊，啊，咱就嘛是爱做，啊，你若摕钱来，我就厝里加敢若分几票互你，伊用这个心态。台湾人，那台湾意识无强的时候，足容易予人安尼凊彩就骗伊啊！因为中国这五千年就是一个，咧因拢咧练，已经练五千年啊，这个骗术啦吼！啊，咱台湾人绝对输因的啦，吼！啊，这个四万外一块的吼，好来，啊，咱这个智龙吼，有真侪拢作不是外来的啦，吼！你看这个，
要把它番石榴哈，啊，这个叫番茄，啊，这番啊姜啦，啊，这番薯啦，哈，啊，这番麦啊，啊，这番啊花，哦，拢番啦，那个奇怪嘞，啊，我住伫水边的番，因拢讲山顶的还是平埔的吼，拢种番啊，我想无咧。啊！流氓政府来，因这外口来的，照讲因来翻较对啊，对不对？在地，人拢讲在来种的，哦，那阮就在来种的。啊，那因应该是属翻较对啊，吼、哦。尤其来，你看，甲咱二八甲咱抬遐济人，啊，甲咱的钱用四万外一块，甲咱乖了了。啊，因唔较翻对不？啊，这公安是翻。那么，唔是讲外来就拢歹啦，吼、哦，像这个物件拢好个物件，啊，都独独敢若有一个外来政权来，甲咱抬，甲咱拐，甲咱骗，甲进了个伫咱头个，你甲咱欺压就对了。所以啊，我来进入第二个主题哈。哎、哦，台语听不懂的，请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我拢听有吼，好 ，OK。正台湾人是欢啊呢，啊无咱大家欢喜来做欢，吼、哦。啊因土匪啦，咱话因甲讲因土匪安尼好不好？啊，啊对，啊好 ，OK。后来我介绍这个加包果，吼、哦，叫做树葡萄哈。伊、啊、这个树种真好，就是讲做行道树吼、哦，你若甲种个规排。拢免甲修剪，伊自然就安尼发甲安尼圆圆胖胖吼，欠点的所在，伊家己补甜啦。这个树啊吼，足好管理的。我种二十九年，唔免除药啊。啊，而且呐，二月开春的时吼，伊叶啊足翠绿的哈、啊，这是足好的一个树人。啊，这是伫土甲挖开，啊要准备要送去给人的哈。啊啊，即嘛树葡萄有两个品系啊，哈，这唔是这个是细种的，这个差不多生个头像十块的，这个、较大粒，这个、生个头五十块的，啊，这伊开花的状态，哈、啊，这位头部你看，位根部头啊，就一直开到尾了，大概头一撮无开呢，哈、啊，啊，伊是堪鸟巴拉港科的。堪莲雾啊，港科或者桃金娘科啊，你看注意伊个花吼，较细蕊尔啊，伊个花堪，要把它甲迄个莲雾甲共啊，而且开始咧灯窝就是快要成熟了啦哈，或、啊、者大概三代同堂啦，后花后前些个后要成熟的个啊哈，啊这树葡萄哈。你不同时间去甲办是无同款的口味，啊，比如讲啦，拄啊当乌，第一工当乌了，办落去只，你可能讲，哦，你要把它味较重。第二工办落去只，哎，又讲有迄、那个，哎啦，山竹的味，啊，有讲，奶汁啦，啊，有百香果，我听就听六种的口味啦吼。啊，其实上好只、上甜、上香是伫第八工到第九工。迄个时阵，伊个果酸拢总完全变作果糖，吼、哦、甜个芳。OK， 哦，这是这丛是，我迄阵大概种315丛啊。迄阵29年前，我伫高雄，甲一个迄个农技所的人买。伊炸差不多350丛来高雄遐卖，啊一丛吼，细细丛个尔，150块啦。啊我戆戆个甲买10几丛，啊到第十天伊讲伊要转去啊吼，讲要半价卖我，我落地遐零零，有啊，安尼好，甲你买啊，2万4，总300丛拢甲买起，啊戆戆个种，啊卖，卖到留2丛吼，即2丛其中是
讲要做纪念的吼，计嘛留袂掉呢，因为呐，上大堂拢差不多离我手里啦。啊，咱台湾人拢做爱买大堂的，哦，安尼搞我姑丈讲叫我这堂嘛爱买伊啊。啊，我安尼向安尼吵吵吵，差不多半年我挡袂掉，我好啊买咧，所以到尾也这堂嘛买。伊这有遐变，咧变成安尼真水，红红。哎，伊稀有的干生果，哎，哦，你若第九天办迄有够好食，非常好食。啊，伊就是有一个缺点，它保鲜力无好。你若办落来两天后无食，伊后熟就变酒，哦，就变有迄个就开始会发酵啊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出不头该出边啊。唔是咱人爱食呢，鸟嘛足爱食。迄，啊个唔是鸟呢，鸟鼠也爱食。啊，连我个狗也爱食。我一过机会讲，啊，我个树骨头那会差不多，这个腰部以下拢无去。就是我个狗，我若要甲饲，我拢会先甲放我走走个嘛。叫伊走个拢先去树骨头，下骹伊抱个着拢甲抱抱。哦，我饲个是大麦丁啊。一零一中国，结果吼、哦，我迄只一零一中国，迄个生几只，迄只不会生几只，互恁了，甲我生十六只。哦，啊，都无咧低保，夭寿。啊，我即摆想讲要甲算讲到底是生几只，我都掠甲算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。啊，伊即摆位置变过，甲我夹倒转去，我算半点钟算袂完，到尾啊。等你咧忝啊，咧困哦，较伊个算，较知影讲好生六只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女孩子吼、哦，莫食伤济哦，啊无呐三胞胎就麻烦啦。嘿，我咧顾一个，迄阵囡仔细汉咧顾一个，我感觉足忝啊吼。你若一届三个，后面哪顾？我这当贵个时，迄阵二十年前啦。听讲台东迄有一个饭店有咧卖一斤500块，二十年前的500块吼。啊，即摆来讲这平地樱花，伊这每一蕊吼，拢像兰花安尼，有花瓣啦。啊，伊要开的是含苞的是较红，啊开的是粉红啊，啊若要谢去的是较白安尼。啊，这伫阮屏东潮州啊，啊那这个就种唔着品种呀，吼、哦，这个多变另外，伊的花一树啦呢，它5%花，95%是叶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做农的若要种物件，第一品种要种好着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《自由时报》有去搞采访吼，啊，就有足多人就找我遐去。迄大概4月份的时候，4月初啦，来讲哦，潘姐，我若知你遮遮水，我都免爬去你个阿里山，寒到要死，阁也无开你遮水，吼、啊。所以这个树种，我感觉真有这个开发的价值啊，吼。因为伊开春的时候，就是花遮水，啊，足紧的吼。那花伊花期阁有到50天呢，所以花期阁长吼。啊，花谢了无偌久，差不多一个月伊就连咪发到安尼青翠青翠。吼、哦，夏天可以遮阴，春天可以看花。吼、哦，伊安尼一枝吼。这大拍，足大拍的，你若现场看，足壮观的啦。好啦，啊这，因为我拄啊种下头7-8年尔，啊这国外吼，这头10几年啊，哦，你若过我加5年，可能就完了，我都一片这大片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来，
介绍这个果树哈、啊，这个叫做黄金果，啥那叫做黄金果？因为伊这皮是黄色的，啊会发亮，哦、啊，所以就甲号做黄金果。哎、啊，伊会当伫个果皮顶，我你用圆珠笔甲写字，大概三分钟后，伊氧化了，好、哦，迄字就浮出来。爱当内底个含树、那树葡萄个兰州会，哦，当作一个礼物送给男朋友啊、女朋友。哦、啊，这大粒种个，这一粒头一斤，头拄仔是细粒种个，哦，这较细粒。红龙果，这个红龙果哈，含树葡萄，在我的看法是差不多上好种的两种水果，而且都一年拢生几下摆。树葡萄你若老长的哈，一年生七摆，七芳花对吧？啊，那这个红龙果，伊生十一摆，伫我屏东，那么那中部可能九摆啦。你要找什么水果？一年生遐一摆，你看莺莺啊、荔枝、山啊，拢嘛一年一摆尔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处理了无好，拄着风台啦，还是讲气候不稳定，伤过寒、伤过热，那授粉不完全，啊，产量少，你着搁等明年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伊个耐旱，唔惊旱灾，因为伊会知讲我那算做。像沙漠植物，甚至讲，我迄阵咧拄咧种个种到变吼，伊位顶原阵崩紧落来，嘛是哇，哇又够厉害。啊，伊个免啥物农药，哦，我这准有机啦。伊每十五天开一遍花啦，哦，所以你。做个杂的，你若今仔开花，大概四十五，唔系三十二天就通啊办啦。啊，你每朝十五工一班花，十五工来。伊要生偌济吼，咱拢较好预料，你足准啊。啊，啊，伊节气不是，它是十五天，它是十五天，伊固定十五工开一班花，但是。哎，差不多四月中了，伫阮遐开始，温度要达到26度以上才会开，伤冷。到冬差不多11月份就无花就袂来啊。哦，差不多11月中迄批上尾啊，批满了就没有啊。啊，这有花苞哈，伊拢暗时啊开，伊拢8点开啦。8点的时候开始全开，大家拢讲好花开，这就该开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授粉的方式，以前如果授粉、哦、你就要把这个熊蕾拿一个盘、啊、拿一个小油漆刷子把它刷下来，然后去沾这个纸蕾、哦、你一空把它点下去、哦、这样授粉开大粒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新的做法，最简单的就是拿一支那个鸡毛毯子，对吧，这样清那个汽车的鸡毛毯子，每一粒一粒背了，隔壁阿瑞安尼一直甲垫安就好啊，足轻松的。或者我原来无心去用去发明的对啦，迄工拄啊袂记扎遐盘甲迄个刷子，啊我想啊我车顶拄啊有，啊我就甲垫垫的，哇，一个月生哇，无偌久迄花谢掉，结果逐日拢做个粒。不过大家到七成拢做了了，这个效果就比用刷子来清搁较好。伊、哦、外口这个是熊蕾，啊中迄个心，迄个是紫蕾啊。哎，对，啊就是讲，因为咱的花粉，你着甲扫咧，所有花粉拢伫顶管啦，你甲清在点嘛，对，哎，鸡毛毯子的毛毛抓很多嘛。我来就讲罗庚梅，这原来是一种果树，这个是较好的幼鸟树。
啊，伊每出新鞋啊，都是红色的啊、哦，所以有人误会啊。我的朋友带伊的朋友来，看到我这张讲，哎、啊，潘先生，啊，你的枫叶来七八月咧红，啊、哦，啊，其实唔是，这是叫做罗根梅，啊，伊的结的果吼，无大粒啦，大概我们这个中指安尼吼，啊，要好食就爱红灯乌，安尼食会较袂涩，较袂酸，但是鸟仔拢红的，甲你食呀，啊，所以拢鸟仔先食正常。咱要食，食无啥会着。啊，这伊冬天伊个落叶吼，我这拢落叶啊。啊，若开春的时，这规丛都拢红的。但是我袂甲翕着，这张相我袂无闲去甲翕着了吼。来，佮讲红花枫林木，这张树啊，像个绣球花吼，是真水，但是伊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讲伊开花差不多七天后开始谢。啊，写三天就差不多落了了，落到规头啊拢花苞，啊，无是原来真水哈。啊，这张是我送伊的。好，啊，今麦咱要种水果哈，要安怎种会好食？我头拄仔有讲过，咱要种农产品，第一就是爱品种爱对，爱种个好。多少一丛树啊？伊花敢那开5%尔，对不？啊，那像头拄个红龙果，你拄仔看到我咧介绍迄个红龙果，迄、那个叫做地龙。其实我种迄个之前，我有种八品种，拢歹。但是迄阵我要甲壮苗商买时，拢讲哦，伊个第一名，拢上好个。好，我即个就甲买几百支，迄、那个买几百支，八种拢甲种了。一年后若生。验收成果，其中有一个我买上侪买500支，伊个门槛就讲你一届甲买500支，啊一支就爱250块。我讲啊，无甲你买400支，10万安尼好无？讲无，安无买，足摇摆。国币三种就甲买500支，结果迄个上早我甲淘汰，迄、那个叫做尊龙，我伊个。伊做个广告吼，冒一条足大粒个虾子，足大粒个。但是伊可能就是讲，伊把所有花拢拍掉，然后迄粒所有养分拢整起来变足大粒个，啊，阵在咧翕相了来骗人。啊，这你若无实际咧种，种了你较知影讲结果啊。啊，伊个成绩就歹啊，到尾啊，迄个人嘛封过啊，甚至伊个园啊。有人为迄、那个，有人有做自动灌溉啊，伊为迄个水塔，甲倒迄个杀草剂，啊，即马自动灌溉喷出，伊规圈啊，就拢烂的，拢死去啊。我所以唔好做这无确实的代志，唔好骗农民，因农民已经足弱势的啊。农民呢，对这个资讯的管道已经足少，啊，你搁甲骗，啊，这足不应该啦，哈。好啊，品种就是讲，我头拄仔咧讲个，就讲，迄八品种上大型，我淘汰就是讲，我咧讲迄个尊龙，我甲买一个品种，但种出来，先甲它变5种，后圆心的，后长果的，后迄个鳞片倒闭的，后颜色乌豆红的，后粉红的，啊，所以装箱的时，看起来就足乱的啊。袂统一啊，我都分类讲，到底这是要算啥物东东？哦，除了品种，过来着咱的施肥管理。我看有个业余的农民啦，吼，真趣味。伊买肥料啊，讲买有机的，啊，肥包，啊来阵甲伊个果树讲，哦，伊种一丛柑仔，着柑仔头遐阵甲迄包阵甲下咧，讲要互伊算，甲你。渗漏安尼，看看就好，还是自然的养起的是迄肥要去食。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，肥料要施肥，拢爱一定伫树仔的四周围吼，爱落，因为根毋是干那一位啊，
啊，你干那规包家系多遐，伊个囡仔袂讲每一个囡拢会走遐个食肥啦吼。伊个一个农民就想，唔是农民啦，迄业我怎来讲业余？伊讲啊，我系多遐，你都要食，你家己去找肥食，啊，这唔对啊。啊，那么咱真侪老农民，伊唔知肥料的三要素，你甲讲三要素，伊唔知啊咧。氮、磷、钾，这是咱肥料的三要素啊、哦。这三项氮肥的基本上就是要发苗啊，哦，啊是枝条啊，像红龙果的枝条就是氮。你若生了，就爱甲做这个氮肥较悬的，和枝条赶紧哦去剥新的叶啊，和大枝开啊，剥有够长，枝条爱有四节，剥长了四节开始生啊，生开始多、哦、啊。那么真侪人就是讲，不要用少量多餐，就像头拄我讲的，规包一包蛋的，就进一年的份拢要互你啊。啊，剩的我无管啊，其实安尼唔对，哎，每一个月拢甲试一次回，啊，少量适量。你若下伤济，就尤其你若用化肥了，会咸死。啊，啊，再来水分管理，就讲、是，啊，都头拄我咧水分管理，你若水果尾会甜吼，氮肥就要减落来。那迄果已经结掉伫迄个树梢电源吼，过来你落肥，你就莫落氮肥啊，你干那落磷钾就好啊。吼，安尼迄个果较会 Q 多啊，啊甲甜度较会出来。啊，你若水分的管理就讲，那水果要成熟前就是拢爱控制水。卖好食伤济水，食伤济水，迄、那个水果会烂烂拍拍，吼啊甜度阁袂集中，袂遐甜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大部分人讲，水果若夏天的水果雨水若济，水果拢较袂遐好食，拢烂烂吼。来，我即摆来讲一寡乔木要安怎移植，啊，即移植的一寡工具啦，吼、哦。一般传统的移植就是讲，把四颗莲洞拢先挖开，啊，啊，然后将这个无挖的先，可以继续会当抽水。那么一个月，差不多一个月后，啊，就会当把移植处理。这就要先断根了，好，伊这个土球的根系愈合了，啊，有适应这个环境了，咱才把移植处理。啊，这感官这个树葡萄哈。边啊，挖开，但是这个有一个滴管，继续，哦，这个土球会当接到水。啊，这是头拄啊三月因吼，三月因伊叶啊足济吼，伊足啊食水的，所以你爱留一条根哦出去外口，继续输外口的水入来，伊会枯萎哈。啊，这赶快输不到，啊，这赶快这三月因留一条。啊，今天若拄着土条较松的吼，你巴肚边爱用胶布甲封起来，较袂风吹的时，也是落大雨的时，这土球会迄个崩去哈。啊，这是已经挖好啊，准备要用吊车吊走啊。啊，这爱用胶膜甲封起来，土条较袂破，因为土条若破，这树啊足够死的哈。啊，这同款是另外。一种保护这个土球的这个包装的方式啊，啊，这一般是东行的，伊若甲我买转去，伊即丛钓鱼啊，菜咧边啊，哦，这边啊土甲砍砍的安就好啊，叫做假植，啊，等下有人买准，佫直接就钓走去，唔免佫挖吼。啊，这同款就是我呐，先包起来，啊，这个像。因为你拢甲乌长牙吼，你这个爱切一寡条，无敢那春节一出来买供应遐个水起哩吼，会失调啦吼，无多上遐个水，一张手会打死。啊，即卖伊就我爱甲回填长个土拢甲砍要长，伊看到讲哎，佫有剥新叶啊吼，拢剥新叶啊吼，讲确定挖吼，安尼较正式，我请吊车来吊走安尼吼。OK， 而且感官。这大丛的树葡萄咧，要出过去参买，我来介绍自动灌溉哈。
这个自动灌溉控制系统有两个系统，一个传统的这款的哈，这个类比式的传统的24点钟的定时器，你这个编辑计就是会当喷15分钟。啊，有些喷15分钟啦，伤久吼，咱还佫一个分，这个会当为0到30分钟，拢会当调整，看你要喷偌久哈。还可以微调，这个算微调，啊，这粗调啊，这微调，啊，这赶快啦，啊，这是以色列微电脑控制的自动灌溉的物件哈，啊，这个就美国的啊，这个真，这个美国 Rainbow， 这个我买用上好用，伊会当你每拜到礼拜，你看对一天要喷，拢会当设定。哦，拜要喷啊，拜二要休困，拜三去喷拢会使，拢可以控制。啊，会当控制，那即只会当控制六个。比如你若有六角地，每一角地分做一个区域啊。啊，比如若有第六个即个都无种物件，迄、那个会当甲关掉啊。啊，一天会当设定喷三拜，早中晚啊，拢会当设定。我说即只足好用的。好啊，这个这种以色列自动灌溉喷头啊，像这个做系列的哈，这个有喷出来有12道水柱，这虽然系列哈，这就是小灌木，伊拢无介大长啊，伊的根系分类无大，你就用这个就好啊。好，啊你呢？小乔木，再来用。这个伊这喷洒的直径6米啊，啊若搁较大，这喷洒直径15米，15米就足宽，比咱这个壁甲这个壁搁较宽。啊，伊个用细。啊，那么伫以色列无发生一个情形，就讲咱遮因咱台湾亚热带地区昆虫足侪，有一款蜘蛛吼，伊看你咧细时，伊当作你是一个猎物，等你停落时吼。伊就说我来用蜘蛛机甲你啪啪啪啪起来，等后明仔载电脑控制讲，哎，要喷了哇，要拔掉煞袂洗啊！啊，这个是旋转的嘛，啊，袂洗就变成喷2点呢，这2点拢足淡的，啊，剩的拢大的，啊，所以以色列就佫发明这个防虫罩，就是讲压力若来吼，电脑控制的莫达杀压力来，伊会跳开。啊、开始噴了了，砍起来，安尼迄个昆虫就无法度甲，甲迄个机械动作甲你拔掉诶。啊，即拢10几年啊，以色列因，伊即个工程塑胶吼，即、這个专利足厉害，用遐久拢要用较歹，都正平咧。啊，我来介绍讲，若有一寡好诶品种吼，你有发现讲？欸，你平平种100丛的，比如柑仔，我哪会这个柑仔这丛无籽的，啊，佮藤结足侪，我、啊、你这丛家己的迄个好的品种吼，佮加来接地电话，佮较歹的品种吼、啊。啊，那么今麦咧接吼，有一个石蜡椒木，这是算较新的这物件。伊这个石蜡椒木咧接的是。伊这伸展性足好，防水佮透气，吼会当溜真长。比如讲，这个黄金果，啊，这古茎较细粒的，后尾接大粒茎的，吼，顶管这个是大粒茎的品种的枝条，佮接。好、啊，你看伊这节点是几粗了呢？啊，上面这个已经是大粒茎的。但是这山仔啦吼，山仔就爱咱较早拢用电气胶布，但是电气胶布有个缺点啦，就是伊，你看伊这个吼，这你甲风风的卖管伊，伊这个芽点的有只长出来，啊你若用电气胶布就长袂出来啊，啊，阮正尾也用电气胶布是咧保护讲，因为像山仔这款人伊若薄。一条拢足大，许足大硬的吼，风若吹，
也有抓而已、哦、因为他接触面短、哦、一束而已、啊、所以要用这个电击胶布把它封起来，比较不会风吹的时候不然你接好了就抓开、啊啊、注意就是说原来这个旧的品种如果不新出来这个要把它切掉、啊、不然还有这个大的。啊、来看我的 远景、啊啊、这是我种的地方，这都是三月樱、啊啊啊、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罗根梅、啊、我的园子刚才在潮州，在北大武山跟南大武山的山脚这里、啊、有几张的牙齿，这是比较有一个南国风的、啊这啊、所以这个农场最怕就是你若这顶啊无处理，许砍起来吼，因为树啊拢爱光合作用，你若许这顶啊你拢无去甲处理，许砍起来，这树啊会死。啊，这个树荫内底砍外口，温差到要六度，啊五度半，哦，所以你若伫外口曝了足热，你入去内底，哦，足凉的。啊，这种树啊就是讲咧。会当节能减碳哈，减少二氧化碳。啊，你看看这个，这趟树啊，我是抓差不多一年后，伊就头拄仔有七等有无哈？迄若抓一年后，伊就阁发到安尼遮茂盛，这个三月樱呐哈。啊，来讲这个病虫害，咱农民做农绝对拢会拄着病虫害甲风灾哈、啊，这拢爱去了解哈。啊这阵好不容易我接枝接过了，结果有一款蛀心虫，把我蛀到这个都拢死去啊！啊，这种蛀心虫蛀的现象啊，我来讲，这个病，这个或者福寿类啊，这二十几年前，人进口头招书入来，饲讲要像迄个法国的迄个阿爸安尼，讲偌好食。叫咱台湾人的口感跟法国人无同，都不爱食这款的，啊、哦！结果人饲养，安尼冻个满世界，哦！啊，咱农委会一年都要编几啊亿，用药来讨这个物件，啊，佮最近还没有办法绝迹，啊，差不多两三个月前，佮听嘉义地区又佮有人开始买落去饲啊，哦！啊，这农委会有出面咧阻止啦，哈、哦！啊、这就怎样？这海关，你若控制不好，就用偷走入来。啊，你们来讲这个平平海关，今年的三月十一，日本大地震，啊，伊个福岛发生核灾，这个美国撤侨，哎，奇怪，啊，美国撤侨，那也无撤去较近的关岛，还是夏威夷，啊，那也撤回桃园机场入来。啊，佮 AIT 迄天前日刚宣布停止 AIT 的签证作业 ，AIT 的人拢走来伫通机场海关，家己设海关。啊，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。欸，海关一个控制一个国家的大门呢，吼，因为你控制无好，偷渡啊，这叫偷走入来。啊，这人。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，那会当让别个国家的人伫遐咧设海关，这代表啥意思？就是讲，中华民国只是一个代理的尔嘛，正港的头家就较是美国啊，哦，所以咱台湾人足侪拢看袂清楚，唔知影讲美国较是咱台湾人的头家。啊，足即马足侪人前要做中华民国这个代理的这个头家啦。我即马咧选的这个吼、哦，你去安怎选嘛？是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。台湾人这六十几年许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政治洗脑的教育、愚民政策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是虾米人，咱是虾米身份，拢已经错乱去啊。啊、那么台湾还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领土，咱应该
爱要求看和美国安怎合作，而唔是讲和中华民国合作，哦，要搞清楚对象。哎，王先生，来，啊，这是我那一种的正心堂，这做细只做细空。王先生，哎，哦，来下一页，这张呢又正细遐大张哦，哎，这个月堂差不多像高牙遐大只呢。啊，这只就新典天鸟的正心堂吼，这新典天鸟咱常看到的新典天鸟，迄就足大只。啊，这个是，唔是高丽菜？我想哦，我嘛想要来食有机的哦，家己来种有机的啊。啊，两天无去甲看，又食安尼，因为我拢逐天落去甲巡，然后糖都用裂的，拢即款青糖。啊，这那农药处理足紧的死啊！所以有机蔬菜还蛮算较好做啦，但是你若要做有机水果，这个难度就较悬。所以呐，有想要做有机的工课的人吼，爱先为蔬菜落去处理啊。啊，这一只糖呢，伊个迄个保护色呐，算袂歹。哦，即个我头先讲天鸟吼，像狗遐大只呢，但是有法度把我遐大丛的手啊撞死。哦，啊这哇，这个另外一个品种，这我的手吼，啊这足细只，像狗遐尔。哎，伊幼虫拢安撞个撞一空一空，好、哦。啊我咧用蛇针甲注射，啊，袂歹，佫救。这张鸟救起来，我都爱长得想办法练到一个正戏呀，哈。啊，这你看，这个鸡红春象哈，啊，这因可能在开会啦，啊，这个会长的款，你嘛，因决定讲明仔要去食对长口食的款，开会好啊，宣布散会。啊，风台是头啊，逐年拢会拄着个哈。啊，我即丛我伫咧烦恼讲，伊只歪形的所在可能会只裂开，所以我甲做保护动作做大只，结果天不从人愿，伊为只个咧凹洞，哦，无采工就对了。哇，啊，这全岛农民都我那做无奈嘛爱看天。你无风台，雨水阁无够哈，啊风台来阁烦恼一挂树啊，又凹断去啦。啊，像这是青苔的时，干那叶子被扫光光，啊这也无要紧，这个真紧得当恢复哈。哦，啊这就八八风灾，连椰子树遐大，伊个椰子树的紧作用诶，嘛我都甲淹落倒来，啊这隔壁的，啊都倒过来吼，啊这边有果实的伫我这边。啊，这不就算我的啊？你搞我篱笆拢跌歹。我你看这真严重，这拢凹洞。野区，我在这我这树西瓜，长在树上的西瓜。啊，而且我惊人搞我半年，我有啥名？先喝河边啊。啊，这野花啦，哈！啊，这有这炮弹莲雾啦，啊，这嘛有飞弹莲雾，哎，哦，咱台湾的农民算足够发明新的种了，对吧？新的品种。哦，啊，因为我遐较少咧饲鱼啊，吼，所以我遐野生动物啊足侪啊。啊，我伫我工寮外口，我讲我早班会拄到这吼，所以我爱下一个陷阱，因为这款的这。怕神经毒的齁，你如果又加到会起爱睡，如果睡就不起来了。啊，这我的自动灌溉的箱啊，那种机关打不开啊，
叫只一只蛇甲你徛伫遐，拍袂开。啊，个就即只无毒个啦，啊无，我若无甲我加。啊，即只蛇是我饲个，因为我做阵鸟饲啊，鸟饲个拢会甲我食树葡萄啦，食我个黄金果。哦，啊，即只蛇伫遐毋知食偌济鸟饲啊，我甲饲甲足足偌济啊。迄无毒个，伊许臭生无，伊只涂骹吼，够差不多两尺长，伫涂骹呢。啊，当然恁看迄吼，迄是蛇烫壳个，我无遐好胆讲掠只蛇。呵呵，你看个声音，啊，我这是大黄蜂，迄个胖秀，我大家拢要定着吼，较知影讲叫胖秀。伊个胖秀都敢若像个斗笠安尼吼，拢做者像个斗笠安尼。啊，这个就较麻烦啦，这个。虎头胖秀啊！我看到虎头胖秀，我就大声讲：“嗯，它有鸟啊，遮水，色彩遮水。啊，看一只胖飞出飞入，食哪啦？是虎头胖迄电视人。我就打电话给消防局，叫消防局来处理。讲我这有虎头胖秀，我两个就来啊！啊，你迄唔是啦，你迄是大黄蜂尔啦。”啊，伫底，我啊带伊看啊，你两个落庄看，好啊，准起脚准走啦。我啊是咧走安怎？虎头胖秀呢？我哎安怎？会定死人啊！啊，无我讲，你讲迄毋是？我啊两个准看伫个车顶在咧撩头壳。我啊安怎啊？都无爱甲我处理。讲啊，阮两个也无扎装备来。看下无，我讲啊，都虎头胖秀，恁太也无要扎装备来。伊就歹势讲，安尼啦，无我明仔载较过来好无？我讲好，你明仔载扎装备来。叫隔工也无来，啊无卡电话。啊，第三工我就家己处理啊。哦，我就竹篙倒菜刀倒长长安尼个，托一个无落来，两个无落来，我托过来紧走啊。哦，第三个就要我托落来。这种虎头蜂哈，叫做黄腰虎头蜂。搭伫涂骹了，伊顶悬飞飞咧，准飞走去。嘿，啊，这虎头蜂，吼，这九月份、八月份啦，哈，报纸《自由时报》报，伫个外口冷气汤遐做秀，啊，甲一个囡仔小婴儿电视哈。一只食一只蚱蜢吼，啊，这只唔来啥物东东，头前像苍蝇，后壁像蚁，不知道什么东东吼。哦，昆虫系的人我知影无？而且我遐树啊顶做着即款放假树啊，哦，这要不要飞啊？这个还不会飞，而且捕到了，这即马这一只好八千块啊。因为恒春遐有人伫冰箱内底迄个国家公园警察队查到内底十只，我罚8万啦，啊所以一只8000。好，啊这迄个白鹭鸶，这伫我隔壁吼边啊，啊这比阮潮州有一个闪讯中心吼，这全台湾都啊这个交通号志，你别个无得看。啊，小港机场遐有一个当心飞机，哇！恁敢捌看过？啊，这人啊，说是无迄个站，啊，这站出张旗吼，要过冬啊，开始咧乌空要甲家己盖起来，要过冬。啊，拄好我看到我翕起来。好，对啊，这只，这着我头拄讲，迄只蛇足外只，我饲迄只吼，要食我这只狗仔囝，要食一半尔。啊，看到我来去吐行我，无我尾啊，伊可能叫拢麻去啊，拢血液无都循环，可能歹去啊。还有一个40万吼，一张球啊40万，
你知我的看板球啦，我就这场那时候刚在开，啊，一个财团的总裁来，知我这开会开了很漂亮，看到你这场买不买？没啦，我这看板球我没在买，我那个营业场所刚这场有开而已，啊，当然我另外那边啊很多啦，啊，我跟他说没啦，我只有这场而已没买，其实我不是常常说我都别的都没了，就安尼啦，我车顶拄好有40万啦。啊，你若好，40万你退，啊无够你阁讲。我听，我才考虑三秒钟尔，我就卖伊啊，因为买得对了，阁最好个人客吼。啊，因为我另外去群啊做济嘛，遐我头拄仔无讲，我阁调一张转来，就甲这张我阁保证啦。哦，就这张吼，我阁保证这张，一年后就阁发到红无嘛。啊，咱台湾人就拢为了大头病啊，拢买无人有诶啦，也是上大丛诶啦，吼、哦。像树葡萄，拄开始咧卖，我一丛为2万块开始卖，2万块卖去。啊，后摆过来个，伊讲看下上大丛对几丛，我讲、啊、差不多即三丛，伊甲你讲3万嘛卖去，到尾也开到15万，有一个西边就来讲，哦。啊，10万遮贵，树核桃遮贵。讲你西边住的吼，啊，真外口西边住介济呢。啊，你住别种，介济嘛，大拢住别种。但是你的别种，你若甲种一丛，讲种鸟巴拉生葡萄吼，你为树葡萄，伊靠鸟巴拉共去，鸟巴拉嗅嘛，你甲做甲偏鸟巴拉嗅味啊。啊，树干啦，靠鸟巴拉共款。啊，但是阮的鸟巴拉生葡萄，啊，你著甲你的朋友拢比下去了。讲哎，有影吼，啊，就先搞买一丛。哎，即马生真正蛮臭肥好，欢喜个就对啦。买下过来甲买4丛，吼、哦，爱拢买爱买上大丛。啊，但是即丛种落已经2年啊吼，迄、哦那个大头病还袂出现啦。哦，啊，即、这个香草还袂抓着，你买啥物啥物动物吼？你买搞我只有遐大丛安尼个皮一定拆开吼。哦这应该是凶类哦，但是还没有找到凶种。啊，咱农业吼，即马做时间做有机农业嘛哈，因为即马大家对健康较有咧重视。那么，咱若家己有土地，家己一个菜园啊吼，啊一个小小果园，家己种家己食，吼嘛较趣味啊。尽量卖用农药啦，吼。那糖用劣的，吼、哦、啊，那局部的有病虫害，咱用局部甲看修剪位甲加掉，放位小小掉，吼、哦。卖用农药啦，哈、哦。那么像我黄龙果做好种的时呐，黄龙果就敢那有一个果蝇会甲叮，果蝇若叮吼，迄粒果会生虫啊。啊！伫都市，若看到虫，迄条人就断掉去啊！吼、哦，你就无法度卖嘛。那么，我的做法是讲，我用诱引灯，就是讲用性费洛蒙，诶，味甲讲诶，东方果实蝇拢甲掠起来。那么现在母诶去顶，因为它没有交配过，所以顶诶迄卵拢怕卵，所以没有问题啦！吼、哦，我是用这个方式。卖直接伫果实店员喷药啊！有个人是讲，哦啊，你要定了，你要铺什么药啊？遐卵就会怕掉。但是迄粒水果本身就原来有毒啊！啊，咱人过去食，对咱的身体无好嘛，吼、哦。所以我甲你讲的物件，拢是以无毒为第一个要件，哈、哦。啊，咱若咧做农，咱有咧叮当，好、哦，有咧流汗，你的新陈代谢会较好。啊，你有咧晒日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维他命 D 都不容易为食物上得到，但是为阳光会当吸收到真济维他命 D， 但你上少爱有晒15分钟以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用有机的施作方式的，用有机肥料，吼、哦，啊，卖普农药。啊，我即卖解说讲有机肥料。何为有机肥料？第一类，咱真侪肥料伊甲你写有机质肥料，哦，这个爱注意哦。这
进入，可能这个肥料是化学肥料，它只是在化学肥料里面有加了那个技术夫，还是那个稻米的那个糠啊，米糠那款的，哦，还有这有机质，看有机不同哦。所以呢，有厂牌的肥料，你要看伊那个包装顶款的氮磷钾含量，氮磷钾三要素袂使加起来超过10，就不是有机肥料。哦，你看作者肥料第一个氮的15啊，都已经超标了。好，哦，那就是化学肥料。你拿这三个加起来，可能321加起来6，这个就有机肥料。好，哦，有机肥料的肥分都不会很高。好，哦，所以你啊，也较侪哩，袂伤着。啊，真侪人唔知影，把有机质化学肥料当作迄落一般肥料，也着拢手下着歹呀。哦，啊，咱若家己生产的有机的蔬果哈，当然对家己的身体一定较健康个啦哈。好，好，啊，咱即马来讲这个政府的威信哈。另外，日本时代。我的时代人讲到日本拢警察大人，哦，迄外威严，哦，外威信的。但是国民党政府来了，煞变警察。啊，我做少年囡仔时，就听讲变警察啦，搁较细心哩啊。哦，警察大人，警察，警察啦，搁来变地保啊。哦，啊，搁来咧。讲贼头啊，讲贼头，啊！即马听讲号做合法配枪的流氓，哦，啊！这作者来嘞，我，哦，咱希望讲咱民政府执政的时，爱甲咱政府部门每一个人做到有尊严，和咱的台湾人民一定甲咱尊重，哦，这是咱的目标啦，哈，哦。或者即马咧讲头拄啊。那些外来的吼，那即摆爱有一个新的旅番政策，吼，哦，迄外来政权，迄早期甲咱台遐济人，吼，哦，迄咱爱好啊，甲教育，吼，哦，都中国来遮吼，爱，哦，咱无拄开始无法度甲赶转去吼，嘛爱好啊，甲教啦吼，哦。那么咱台湾麦克阿瑟将军甲咱讲。咱是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，哈，哦，啊，咱台湾伫遮，啊，如果咱若会当讲是伫遮，计毋知偌好咧吼，计计偌安全咧吼，啊，莫笑啊吼，迄较早莱特兄弟讲要飞，大家拢嘛甲笑，吼，哦，啊，迄阵咧讲啥物，人会当登陆月球，哦，阿姆斯壮，伊做囡仔时都。伫因迄个后院后，咧跳迄个弹簧床，一直跳。因妈妈问讲：“啊，你咧跳安怎？”我想跳到月球上去。诶，啊，因妈妈嘛真可爱，讲：“啊，你若跳起来，会去倒来食饭呢？”哦，结果无人买啊，伊真正到月球。啊，我是咧想讲啦，咱民政府即种吼，我集合所有的上高级的、上迄个上高的科学家。来研究上好的引擎，甲倒到遮吼，啊，为遮甲晒来，好，好啦，我今日拄久啦吼，好啊，我对咱本土的台湾人吼，有一个期许，就是讲，咱的美丽岛遮水吼，美丽佛罗摩沙 ，OK， 好，这有够天然，有够水的吼，400年来。咱拢互外族咧甲咱统治，啊，较有建设性的是日本政府，咱的母国来甲咱建设，吼，哦，40-50年，甲咱台湾为足落伍的所在建设到无输上海，吼，哦，上海是因中国人讲上好的所在，结果咱迄阵是当算亚洲都输日本尔，吼，哦，所以，但是咱真可惜就讲。咱拢咧做人的基地啦，吼，哦！这个明朝郑先公来，咱是反清复明的啊，的基地。啊，中国的清朝来，
啊，咱讲咱只鸟不与花不香，放咱哦，像咧放牛食草，古在哩，也无要甲你好啊，甲你建设。啊，日本人来，咱变南进的基地，吼、哦。啊，怎啊？中华民国又蒋介石把迄个麦克阿瑟甲派来，嘛是甲咱当作一个复兴基地，要反攻大陆的。你看遮作祟的，但是你有看到遮一个九鹏飞弹基地，吼、哦，毋忙以后咱麦干呐替别人咧做基地，吼、哦，咱甲家己台湾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民政府好啊，执政的时，甲咱台湾有计划好啊，治理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，我简单讲到遮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起立！立正！行礼！请楼下用餐。下午七点吼，继续上课。